问得好，这个问得很好，这个我们呢佛老师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很听话的去做，不是乖徒弟嘛，那怎么会是道化？那个是很正常的，老师怎么教我们怎么去做哦，哎，那个是很正常的哦，就是怕我们有口无心呐、啊，哎，叫人做好，家己做坏，这样懂意思吗？